Assalamu alaikum, mera naam Musarrat hai, main Jini hoon, main Urdu bolti hoon aur main Pakistan se BR karti hoon. Lekin kya aapko maloom hai ki dusre Jini logon ki nazar mein Pakistan kaisa hai aur Pakistan ke hawale se unke kya dasturat hain? Abhi main Beijing ke mukhtalif ilaqon mein jaungi aur wahan ke logon se pooch lungi. Aap bhi mere saath aaiye. Pakistan. 我们国内其实他了解很少，听说过像知道巴藏啊，我男朋友就是啊，是吗？巴基斯坦，知道，我还去过巴基斯坦呢，都知道巴基斯坦，真的，中国边上，在中国南边吗？巴基斯坦的男的，中国邻国吗？在印度旁边，还是不嫁妆啊，就在胸前七的，铁哥嘛，八点嘛，非常尊重咱们中国人，中国的好兄弟，足球踢得不太好，我就知道以前他那总统叫叶海岩，初中挺好看的，我去你看，都挺羞涩的，漂亮，就是都老围着头巾，我也穿拖鞋，白天男的也穿拖鞋，那您知道巴基斯坦男人能娶几个老婆吗？两个
吃过西餐，你吃过法餐？羊皮儿有点辣，还挺烂的，果汁都很新鲜。它应该和印度差不多吧？巴基斯坦跟印度玩不一样啊。中国不是关系最好的国家？一个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促成了第一次的进行访华。汶川地震的时候嘛，也是支持过咱们，好像在帐篷嘛去签订。警察打仗吗？你妈，边境上的冲突，恐怖组织，塔利班啊，你们别打了。巴基斯坦是什么印象啊，老陈？恐怖主义比较多，比较危险。啊，完了要去，回得来回不来另说着。我觉得还是生命就比那个更重要。我想应该很危险。我没有觉得人民有什么危险的。加油吧，机会我们会去巴基斯坦旅游的。我没去过啊，我去过新疆，有机会可以去看啊。卡拉奇我特别的热，我觉得要烤化了那样啊。拉合尔、伊斯兰堡、吉尔吉特，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挺好的。我以前去巴基斯坦留过学，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非常有生活气息，公交车非常有色彩，对我来讲就像第二故乡一样啊。沃尔都语，我不但是德里亚还是巴黎是卢皮宅的巴黎革命活动，欢迎你们来中国。巴金都是巴哈尔塞翁基黑奥斯蒙德塞盖里，他们巴基斯坦厉害，我们也是巴基斯坦人。那边的人对中国人还都挺友好的，热情淳朴。他不是伊斯兰吗？巴基斯坦会把中国当 brother。巴基斯坦人民老跟我说，就是中巴友谊万岁嘛。嗯，中巴友谊万岁。巴基斯坦真的吧？真的吧？中巴友谊万岁。巴中友谊比山高，比海深。中巴友谊万岁。中巴友谊万岁。世界和平吧。万岁。巴金都是地真的巴的。中巴友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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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巴友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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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他们。中巴友谊万岁。